嗱，呢記嘢咧，其實你哋可以喺嗰個鐵籃後邊好啲，冇理由俾啲差佬嚟咁喺度呢度高啲上嚟呢度，唔係佢哋影唔到啊嘛！呢啲行入邊夠啦，夠啦，唔係而家唔夠位影啊！唔係啊，要有翻佢，要有翻佢嚟噶，要有翻佢嚟噶，太近啦！要有翻佢嚟噶，太近啦！唔係，佢呢一個欄咧可以放啲記者入嚟噶嘛？屌你，佢搞咩啫？武林高級員係嘛？中聯辦喺嗰度，屌你真係要我衝嘅啫！冇撚膽啊！嗱，我希望咧，即係現場，即係警察嘅指揮官又好，差評人好咧，你呢個層面要開闊翻少少俾我，係咪？嗱，我哋而家啲人喺度做緊嘅，任你噏都兩三千人嘅啦，你哋噏啦，係咪？如果你哋而家咁樣圍住咧，即係而家有咩後果就即係大家一齊負責。打倒共產黨！打倒共產黨！不要共產黨治港！不要共產黨治港！打倒梁振英！打倒梁振英！打倒共產黨！打倒共產黨！嗱，我哋後面啲兄弟盡量向前行，因為咧。入嚟嗰條路係好窄嘅，大家小心啲，盡量向前邊靠攏，逼冧咗呢度先。剩落嚟嗰啲人咧，可以揾啲上去天橋個樓梯嗰度，盡量向前行。後面仲有好多人，我哋要喺呢度集會。今日3月25號係香港回歸以來最黑暗嘅日子，一個部署咗。20年嘅地下黨，終於喺共產黨不惜同呢個建制派其他嘅陣營撕裂底下，僅僅攞到689票，比601票呢個門檻係多咗88票。我哋而家粗略計算下啲選票，冚家產啲泛民選委有好撚多位，跟住落嚟我哋要捉個位，究竟？講住你爸爸。呢啲人有冇投俾梁振英？而家係一個位，所以我哋人民力量一直以來嘅訴求就係拒絕呢個小圈子選舉。我哋呼籲泛民主派嘅選委係唔好入去投票。我哋都發咗公開信，大家上網都睇到。我哋呼籲啲泛民主派。嘅選委，嗰200多個選委，大家不投票。如果你不投票，佢兩個鬼打鬼嘅結果咧，就係佢呢個選舉本來已經冇認受性，冇你泛民主派嘅選委嘅背書，佢基本上就係一場軍裝遊戲。但係結果，泛民主派嘅龍頭民主黨。公民黨呼籲啲選委投白票，投白票嘅意思就係你可以入去投票，但係究竟你投嗰張係白票定係黑票係冇人知。而家初步計算嗰個投票結果，好明顯好多就係黑票，所以我哋今日喺呢度，我哋嘅目標非常之清晰。而家係共產黨治港嘅時代嘅開始，亦都係我哋政治抗爭嘅新嘅開始。我哋抗爭嘅對象唔單止係特區政府，係中國共產黨。今日我哋企喺呢度，中聯辦其實佢真正嘅名稱係中國共產黨港澳工作委員會。彭清華是中聯辦主任，其實他是港澳工委的書記。我們今天來到這裡是要表達我們一個很強烈的訴求，或者
我哋一个好重要嘅主张。香港不要共产党，香港不要共产党，我们不要共产党。你想点啊？打倒共产党，打倒共产党。你想要咩啊？听阵。打倒自党，不要共产党自党。打倒梁振英，打倒梁振英，打倒梁振英，打倒梁振英。各位，跟住落嚟系睇香港人争唔争气。共产党正式完全100%操控香港的政治，我们大家都冇运，但是我们要积极啲，我们要共产党冇运行，我们要梁振英冇运行。嗱，我们今天就揾几千人嚟呢度。先俾少少聲勢去睇下，跟住落嚟，我話俾大家聽，七一遊行嘅目標訴求已經好清楚。我唔理你民陣，到時今年嘅七一遊行用乜嘢嘅議題？如果你繼續話勾反對小圈子選舉，仆街啦，你選完啦自己，係咪？今年七一遊行嘅訴求好清楚。不要共产党治港，不要共产党治港，打倒共产党，打倒共产党，立即普选，立即普选，还政于民，还政于民。啊，有啲朋友系唔敢叫我哋而家呢啲口号，所以今年九月立法会嘅选举，呢个系一个指标，边个唔够胆？拒絕公開，拒絕共產黨治港的泛民主派，我們會不會投票給你啊？我們是不會投票給那些鵪鶉民主派。我們今天的抗爭，未來針對這個共產黨治港的抗爭，是為了我們的下一代，是不是啊？為了捍衛香港的核心價值，是不是啊？大家看看共产党的吹鸡，所有的仆街都跪低，你看香港那些班立刻謝晒，是不是？原本他是全票投给唐英年的，散晒民主派。我们除非他自己走出来讲，或者两票，但是这个所谓秘密投票找到衬的，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不肯集体离场不投票，他就有机会做鬼。究竟是200万一张选票啊，还是100万一张选票啊，还是投完票之后给个官去做呢？以后就大家伸长只眼去看。但是今年的七一，我们要展示人民力量，是不是？今年七一我们要上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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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倒共产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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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共产党治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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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倒特区傀儡政府，打倒特区傀儡政府。嗱，跟住落嚟呢几个月咧。就是梁振英組織呢個特區政府辦事的時候，群魔亂舞，一定大家有機會看到好多好似葉劉淑儀咁 cheap 嘅人，好多投機主義者。我哋對於任何依附共產黨政權、依附呢個特區傀儡政府嘅人，我哋要聲討佢啊！所以民建聯、工聯會、新民黨呢啲都係我哋要聲討嘅對象，係咪？民建聯最無恥，民建聯最無恥，因為佢係共產黨嘅外圍組織。工聯會最無恥，工聯會最無恥。食屎啊！食屎啊！
都唔識解啊！始終係食屎狗就係食屎狗，任你點將個掃把頭燙平佢，你都係食屎狗。葉劉淑儀係狗改不了吃屎。葉劉淑儀狗改不了吃屎。民主黨嘅何俊仁喺今次嘅小圈子選舉裏面好似話攞七啊幾票啊，啊八十幾，七啊六。佢應該去剖腹。泛民主派有二百幾個選委，各位喺昨日有一個由港大民意研究計劃做嘅全民投票，嗰個其實係一個民意調查，有超過一半去投票嘅人係棄權，投棄權嗰一欄。跟住張文哥走出嚟解讀，就話民意授權俾佢哋投白票。但係點解佢又唔投咧？點解何俊仁會有七啊幾票咧？係咪？佢唔肯拒絕投票，佢行入去投票，無論你投咩票，我哋都係有權懷疑你嗰張白票係變咗黑票。有十幾萬人，超過一半的人是反對這個小圈子選舉，是唾棄這個小圈子選舉。你是應該跟民意的授權或者順從民意不入去投票的，對不對？結果投票除了有一半以上的人棄權之外，投給梁振英的竟然是最多，有三萬多票，投給何俊仁的是最少，得二萬多票。你仲同人哋講乜嘢咧？呢個係全民嘅投票啊嘛！點解你民主派一直攞六成嘅選票？你可以喺呢一個民意調查裏邊係最低票咧？因為人民已經對嗰啲出賣民主、背棄選民嘅偽民主派啦嘛！我哋跟住落嚟。的訴求很清晰，不要共產黨治港，不要共產黨治港。我向大家承諾，毓民一定繼續和我們的同志去進行這一場激進的抗爭道路，為了我們的下一代，我們別無選擇。黃宏達已經被判監三個禮拜，我哋十個人喺舊年七一同人民力量其他128人被捕，今年年頭政治檢控陳偉業、黃毓民同埋我哋其他八位同志。最近我哋同啲律師喺度傾呢個所謂預審，我哋約莫好即係好粗略咁計一條數，嗰啲大狀收我哋平啲。呢單官司要打21日，三個禮拜，大概最少要使100萬。當權派跟住落嚟就會用政治檢控，用司法機構嚟打壓呢個政治抗爭運動。但係我哋絕不畏縮，絕不迴避，因為有大家嘅支持。我今日都好感動。有人想埋嚟塞張入數紙俾我，一位教師，佢捐咗10,000俾我哋，入咗落我哋户口，點樣俾咗入數紙我？佢話佢只可以做呢樣嘢，所以我希望大家要明白，我哋呢一個抗爭能否成功，係要靠大家齊心團結一致。去走呢條抗爭的道路啦嘛！人民力量，人民力量，天地開花，天地開花。梁振英在7月1日上台之後，我哋要佢冇運行，好唔好？我喺呢度向大家承諾，如果人民力量在今年9月嘅選舉可以每區攞到1席。我哋一定要喺立法會搞到個天
返地方，我哋一定良心經幫我行。此時此刻是警方發出的勸喻，請你盡量向前行。我哋人多，我哋仲有啲人咧係喺後邊嘅，好窄嘅路，所以嗱，我哋而家嗱，我哋盡量向前邊 ，OK。小人士呢個警方發出嘅勸喻，請你哋盡量向前行，咁後邊嘅小人士咧盡量少啲。喂，朋友。